底是谁的错？是谁的错？来，过来，大家过来。这一次呢，除了有 progression， 还有我跳这个 shiny 的 solo 之外呢，还有两位8864的观众来介绍一下。这位是阿燕，这位是阿燕，因为他们名字太接近了，又一个阿燕，一个阿燕。哎，我真的很想知道一下，为什么你们这一次啊，想要来参与我们的这个韩风舞蹈教室？我觉得学 shiny 的舞蹈很好看。可是你自己有没有信心啊？还好、要给的自己一点信心多一点。那你呢？你该不会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有没有帅哥九 L 队长在你？哇，他跟你这样子啊，你没有面子了。OK 啊，那为什么你想要参与？我是一个 shower。Shower， Shower 是什么意思？Shiny 哦，就是 Shiny 的粉丝自己有一个名称叫做 Shower。哇，很不错哎，就是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名字。可是我跟你说，他们刚才呛你虾，对不对？现在你要呛回他们虾。他们两位，一个阿燕，那个阿燕跳的怎么样啊？不可以，真的不行。哎呀呀 ，Joel， 人家可是真的很有心来学 Shiny 的舞蹈，不是来看帅哥的。你就大方点，别难过了呗。可是要在短时间内学会 Shiny 的舞蹈，不知道这两位 Shower 还应付得来吗 ？OK， 今天我们要开始 Shower 复合的这一个舞蹈的部分。来 ，Joel， 今天你可不可以教一下我们怎样跳？其实大家可能以为是要这个 Chorus， 以为是这样子踢出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我看到的 MV 过，我觉得。来，再重复多一次这个动作呢，其实就代表着照片中的你。OK， 多一次哦，我们多一次哦。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啊，其实这个舞蹈就是照片中的你，其实也算是其中一个精髓哦。经过再一次更用心的去练习，到底大家会跳得怎么样呢？一起来看看验收成果吧。其实刚刚阿亚娜就有在练习当中啊，就突然间哭了。其实是什么东西导致你那一个时候啊，就想要流泪这样？我很怕害到这个 team 了。哎，干嘛？我都说了嘛，这一次呢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那个跳舞的能力都有自己的能力嘛，最重要是参与感。我觉得你刚刚哎，大家都呈现得不错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尽力了。我们给阿亚娜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啊！那也再问一下阿燕，你这一次参与一起跳的那个感受是？
很享受，很享受啊！那你们过呀，就是过后要去跟朋友炫耀。哎，你看，我会跳 Shiny 的那个射龙了。不会。不过你还会，我觉得你还会自己再继续练习吗？因为我们虽然刚刚跳只是一小部分，那你自己还会再继续 improve 吗？会，会这样。真的非常感谢今天参与的各位，也要谢谢你们两位啦，参与我们的这个韩风舞蹈课室。希望下次呢还有机会跟更多的观众啊一起来挑战这些 K-pop 的舞蹈。下次再见喽，加油！